上最有魔性的舞蹈是什么？就是广场舞，它能让所有人驻足观望，让所有人忍不住跟着拍子动起来哈。我们来请各位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先从老师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广场舞健身指导教练王广成。我们这支队伍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新风舞蹈队，我是这队里的队长。广场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带来了健康，我们是广场舞的受益者。问一个会挨打的问题，你们平均年龄大概多大？都在50多岁了吧，大爷大妈比较多，现在呢就年轻化了，年轻人比较多。现在年轻人也参与进来了，非常多。像我这个广场年轻人不上班？上班呀，我们是晚上跳、哦、我们都是晚上跳广场舞，一个半小时。再问一个会挨打的问题啊，就是你们的家庭生活都还和谐吗？自从跳了广场舞非常和谐啊。就没跳之前不和谐，可以这么讲、啊、像我们退休以后没得干嘛，更年期了啊，他就在家闹事儿，就是经常呢找茬啊，看孩子不顺眼，看着孩子不顺眼，看老公也不顺眼。然后呢，就像我是一名队长，我就鼓励他们出来。首先就是我们的老公特别支持、哦、因为他首先你身体好了，嗯，你身体好了，你回家有的人他也不找事儿了，嗯，就尤其反正我们感觉着。那你们的老伴儿跟你们一起跳吗？我老伴儿不跟我跳，支持我，给我拉机去。哦，他每天都。你老伴儿是助理。哎，我问一下那个中间的这位大姐啊。我老公他是不，我不是问这个问题啊，不是问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，因为你要知道啊，就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跳舞肢体接触一旦更多了，就容易产生情感，对吧？就是你们家老伴儿会有这样的担忧吗？不太会，不太会。对，因为我们都会做好自己吧。都什么叫都会做好自己？对呀、啊，因为一个成年人嘛，都会做好自己的。啊，行，那相互很信任，那我就放心了啊！谢谢四位大姐，您先稍事休息一下啊。而且他那些哥们儿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人。就是有一次我俩吵架了，他一个哥们儿还在微信上跟他说：“和他分手吧，他脾气这么暴躁，你和他在一块儿也不幸福。”就逗着玩嘛，男生一块儿。哪有拿别人感情开玩笑的？反正我觉得他那个哥们儿有问题，我就不愿意让他去。结果那会儿他毕业，成天有什么散伙饭，他哥们儿就老叫他，每次我都不想让他去，他就是不听我的。那哥们儿叫你不能不去啊！你说都快毕业了，一块儿出去吃个饭也没什么吧？就因为那个，他还回去让我写检讨，都什么年代了还写检讨？这散伙饭肯定只吃一次吧？他写了个检讨，我想着就完事儿了。结果第二次又有人叫他，他又去。哥们儿那么多，这哥们儿传个局，那哥们儿传个局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你说都是哥们儿，不去多不好呀。这次不写检讨了，直接动手，又打了，又打。我当时真的特别生气，我可能也不是有意的。咱们把这些哥们儿抛开，就说点你们俩的事儿有吗？你告诉我。我们俩就因为他哥们儿这事儿，我俩就经常闹矛盾。就因为他陪哥们儿，他不愿意陪我呀。他哥们儿已经影响到我俩的生活了。听明白了，就是你跟他的哥们儿一直在争风吃醋，对吧？我不是在吃醋，我是在计较他的态度。他对他的哥们儿很明显比我上心，谁是他的女朋友呢？谁和他将来一起过呢？是吧？那说不好，现在你是他的女朋友，未来是谁我们也不知道。后面我今天来是因为什么呀？就是他觉得我现在对他太冷淡了，觉得我哥们儿什么都重要。现在我们都一块儿毕业了，就是距离也少了、啊，然后也有了工作，就基本上见不了几次面，这不就没事儿了吗？就说他这个工作呢，因为我们俩都是张家口的，我就很希望他将来毕了业也能和我留在张家口，然后我俩一起奋斗。但是呢，他就不听我的。那天让我爸托人给他介绍个工作，然后都和人家说好了，结果他也答应了我了。然后到了面试那天，他没有去，我爸就特别尴尬。我学的是电器，他给我介绍那个工作和我专业完全不对口。那你别答应他呀。那是想着他跟我说了，我就答应你就答应了呗，要不人家又爱动手。啊、哦。而且就是去了干了几天干不好的话，他爸也不太好交代。而且我跟我哥们儿，我俩在石家庄都千里工作了，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。他其实就光想着和他哥们儿一起去，他根本就不考虑我。我当时都已经和他说了，希望他留下来，他就是不愿意。他现在大三，他要升大四。他大四也有实习，我说我在石家庄给你找一份实习工作，他就不乐意。但是他去上班了，我们最起码半年见不到呀，我当然不愿意、啊、我放假了也可以回来看他嘛，就是也许现在关系确实有点，就是俩人太近了，分开点就哪怕2周见一次也挺好的。就是他现在就想远离我，他就是想借这个借口躲着我。
其实他把这个话的核心说出来了，问题的核心说出来，你们俩太近了，那你想怎样呢？我就是想让他留在张家口工作，然后别去石家庄去，我就不想让他离开我。那如果他一定要离开呢？他一定要离开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，因为现在矛盾挺多的，他要再离我远点，我觉得将来我俩关系慢慢的越来越淡。就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你认为他没有把你当成世界的中心，对吧？对，更大的中心是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们，是吧？对。而现在他要毕业，又要去一个跟你的规划相违背的一个地方，你有点无法接受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。然后我们的问题主要是这快毕业的时候然后爆发的，因为他来厦门那段时间住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啊，他经常晚上跑出去玩，去 KTV 啊，喝酒喝醉了回来之后吐得满地都是，都是我一个人帮他打扫的。甚至有一次他喝醉了，他说想要吃夜宵，逼着我去买，我就穿了很薄，我回来的时候怎么敲门他都不开门，然后我只好找了一个宾馆自己住。我当时已经喝醉了，而且我睡得死死的，也不知道你没有带钥匙出门啊。我的天哪，你爱喝酒是吗？我爱喝酒。那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问了我在哪，其他什么都没说了，我觉得他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啊。我也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也跟他道歉了啊，也跟他赔了不是，但是他呢，他在气头上，那时候什么都听不进去了。那肯定听不进去，哥我也听不进去吧，对吧？给你买吃的，你把人关在外面一宿，这一个月还发生了什么？这一个月挺糟心的。然后我本来挺喜欢猫的，学校附近有一只刚出生的小猫，宿舍不让养，我就带回我们出租屋，结果他刚开始没有说什么，后来第二天我回去的时候发现猫不见了，我一直问他，然后问他猫去哪了，然后特别的着急，他都不告诉我。后来我发现那只猫被他送给朋友，我觉得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瞒着我的。我那时候是我们白天出去要找工作嘛，然后晚上回来还要照顾一只猫，那猫呢晚上老是叫，然后我就把它送给朋友了，我朋友刚好很喜欢养猫。我们养猫是有感情的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跟我说呀，你这样一声不吭的就送给别人，完全都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，这太不尊重人了。他就是完全都不顾及我的感受啊。有一次暑假的时候我们要去旅游坐飞机，我把机票和酒店都提前订好了，我就叫他按时上个飞机，然后按时定闹钟。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连续打了十多个电话他一直挂断，我一个人在机场等了很久他都不来，最后飞机都没有坐。我那天晚上很迟才睡觉，然后早上实在是醒不来，所以就延误了飞机。我觉得他可以改签啊。他特别不尊重我，他还不尊重我的家人和朋友。他连你都不尊重，怎么会尊重他们呢？对，我和我小姨关系特别好，我们两个交往久了，我小姨也知道。后来我小姨邀请我们两个吃饭，我本来挺开心的，然后就以为这样子我们两个关系会更进一步。结果他去了之后，拿起菜单就点菜，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感受。然后我觉得他很没有礼貌啊。我是觉得他把我带来跟他小姨见面，就没有把我当外人看了。哦，所以你也没把自己当外人看。对。行，你小姨怎么说啊？我小姨回去之后就说这个男的很不行啊。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清楚啊。对。是给到他。婆婆来之前有没有给你打钱？给了。给了。对。婆婆来了之后又给了一笔钱，但是她没给你。对，给她。这个事儿其实我不，后来我不跟她说，她根本不知道的。等于就在女儿出生一个礼拜之后，你带着母亲和妻子给你的钱又去北方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摆在这儿了。OK。下面我就特别问一句哈，两位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？因为我上班的嘛，孩子的费用，我妈的费用，孩子看病的费用，孩子的奶粉全部是我一个人负责。是你先生呢？基本上底薪是非常低的，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。
不是他去北方了吗？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也是去了他家的，可能就是说涉及到南北的一个差异。他家热水器坏了，然后提前我跟他母亲沟通过，我说我要去你家了，你能不能装一个热水器？因为我们南方人是每天都要洗澡的哦。这个事情我提前半个月之前就跟他说了，但是他母亲就一直没有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去他家又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然后他又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跟我提了离婚。后来我又回到我家那边了，我就再也没有去北方了。好，所以你现在在哪生活？我现在在深圳。你母亲也在深圳？对。刚才这个事情我能解释两句吗？期间呢发生什么呢？他查我手机是随时可以查的，但是呢我说要看一下他手机的时候他不允许看，然后呢他把我家的就是门踢碎了。因为他跟他前女友联系，然后他还跟他前女友说我的不好，说我贪钱，所以我就看得很不舒服，然后我就把他删掉了，然后的话就跟他吵架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才引发的矛盾。所以然后他就说你要看我手机，那我也要看你手机啊。然后他也经常就是会在网上啊跟陌生女的聊天，有的时候是附近的人，有的时候是别的一些社交工具嘛。现在社交工具这么发达，通讯这么发达，甚至还约过人出来吃饭，这种事情都发生过。男生你回应一下。之前有，确实有。有？对。现在心回来了？现在他还在摇摆不定。我觉得就是他的心也不在我这儿。他的心在哪？他的心在他前男友那儿。其实并没有，只是因为他经常跟他前女友聊天，然后又跟网友聊天，然后说实话对我打击很大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。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现在混得这么惨就是因为你没有气质，你给不了我想要的，就是说我的家庭可能给不到他想要的一些帮助。然后经常这样子侮辱性的去骂我。然后你怎么就跟你的前男友就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跟我前男友处了好几年，我们都没有吵成这个样子。我说为什么你老是就是说，跟我吵架，然后还是觉得，就是北方男人可能大男子主义非常非常严重。我们不扣定啊。就是北方怎么样，我们只能说这个男人这个或者这个家庭就是他大男子主义非常严重，好好又是说我不做饭，就是给我说的就是我很。所以接下来我这个问题我要问你们俩啊，我大概还有三个问题，我就不问完了，让我们老师他们看怎么去解决啊。欢迎两位哈，这是要异地恋了是吧？对啊。咋个异地法呀？就是我们本来恋爱谈得好好的啊，他就非要去什么北京搞什么异地恋，那异地恋能长久吗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保定。哦，你现在在读书是吗？对对对。保定离北京很近啊。对，我就觉得很近，所以这根本就算不上异地的。好好好，咱们先问问啊，两位谈恋爱谈了多久了？一年了。一年了。对。是大学同学吗？对。哦，谁追的谁啊？我追的他。追的辛苦吗？挺辛苦的，其实挺辛苦的。追了不到一年。处得好吗？其实在他不去实习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挺好的啊，就是他一到社会上然后就我就觉得他变了。怎么变了呢？就是他现在认识一个北京的朋友啊，然后就非要去北京跟那个男的工作嘛。就我就觉得北京是那么好的一个机会，我如果这个机会珍惜不到的话，我可能以后就很难遇到这个机会了。而且那个男的就是我们聊天聊得挺合得来的，然后他觉得我就是在专业上有自己的一点小技能。然后学什么的？学管理。哦，学管理啊。他也觉得我这个平常说话什么的干事什么都挺踏踏实实的。怎么认识的那位？是应聘吗？不，就是通过一个闺蜜，是一个闺蜜的朋友。哦，所以你现在不放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相当的不放心，因为你跟你前男朋友怎么分手的，其实你不知道吗？我那个男朋友也是异地恋。哦，如果你要是去北京的话，那咱俩也是异地。再说你就是穿着明面装糊涂，那男的对你有意思，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。我就觉得这是北京的什么地方，那精英满街都是。那你去了，我觉得两三个月你就得给我踹了啊。那你也拴不住他呀，孩子。对，我就是坚决不能让他去北京啊。他总觉得
北京跟保定算是异地恋，但是我就觉得就特别近嘛，而且我现在就是实习的工作的时候，我有的是机会可以去看他。哦，也是哈。男生其实现在就让女生做选择题，对吧？选你或者选去北京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女生就做了呗。但是我就觉得能遇到这一个机会特别不容易，我就想珍惜这个机会，而且我是想跟他一直走下去的，又不是打算就留在北京了，我就想趁年轻多出去闯一闯嘛，然后那个闯个两三年之后，他考完研他也稳定了，然后我也回来了，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下去。哦，你还准备考研是吧？啊，对。哦，过去在你们的规划里是怎么规划的？他留在保定工作，你考研，然后等研究生结束以后再找工作稳定一点。哦，其实他跟他的前男朋友我觉得分手了，主要是因为异地，他就是很不喜欢异地恋。